尽在运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那非常感谢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个下午的12点到12点半收看我们台股七十二变这个节目内容。台北股市今天到目前为止起52点，报在9185点哦。那么呢，首先我们先看所有的朋友哈，这是昨天下午我们在索马影音长一波哈，那在索马影音的频道我们做了说明。那么包括我们昨天下午全体会员朋友你拿到了研究报告哈，那最主要昨天的标题分别是一个叫全，一个叫特，这是下面意思哈。新朋友你大概看一下哈，全就是我们全部的每一位成员，特就是特别会员，主要就分成这两样。那么全体会员每天就做一笔。叫当冲，哦，今天嘛赶快涨嘛，赶快顶礼拜过去进每一天。那特惠的部分，我们会另外依照30分钟的反转 K D， 那么做简报。那底下这是过往的30分钟的反转 K D。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把这一段拉大，哈，这一段拉大，它就长了这个样子，哈。那么再来，最主要要讲这里，哈，来看一下这股位，哈，道琼工业指数，包括 Nasdaq， 包括标准普尔500，对不对？罗素2000。那么在昨天晚上，那么呢，它分别哦，这四大指数哦，创了1999年以来的一个新高点。你讲啊啊，安尼这个盘要起到多位啊？都是起完啊，还是要起到多位啊啦？好了，那你说那会跌吗？哎，看这个画面也不会跌啦，理论上应该也不用做了啦。为什么？因为9183对不对？我们的看法，今天收盘会收在这里啦，高清1870点了，所以这个也不会变动，所以你有放轻松好不好？你问我今天怎么看，我的看法，加权指数我今天收盘应该要收在9170，好，报告完毕。好，林林告诉我说，那面对这个格局，那接下来国际股市又这么强，结束了啦。你问我讲为什么哈？你自己用目睭看好不好？来，首先我们先从大盘跟各位做个简报哈。来，这是今天台北股市早盘一直到10点半到10点半哈，台北股市开小高盘，那走高，那整体上这到早上10点半截止，那么加权指数的走势，好，我们的判断就在于，好，分别把今天主要的两个位置抓出来，去试算市场，今天也是礼拜三。所以今天伊要哪收，我看法伊会收低高清170点，好不好？为什么今天伊是看高清170点？因为第一，今天伊是拜三，那么所以呢，你去换算成今天主要两次市场主要的出手点位，分别落在高清162点，加高清178点。所以今天的预期，我看法，我个人了，我看法应该是收在高清170点啊，报告完毕。也就是说，要大跌也不可能，那要再涨，为什么也几率不大，嘛无可能的发生。为什么呢？好，从这个角度哈，来各位先看哈，所有的过去以来，你有来上过课的，你有来上过课哈，过去你有来上课。我都有提供你这个系统指标哈，你通通都有了，一个叫 PSY， 一个叫 KD 号，我把它缩小，大概长这样子。我如果把它放大，它是不是长这样子？没问题吧？哈，没问题吧？放大就成就安尼嘛，啊，缩小就成就安尼，对不？时间 U 等，时间放大，好，这个叫反转 KD。画面上你所看到的叫做道琼工业指数，好，帮我一个忙，可不可以把右侧放大？好，那么以反转 KD 为例，那么它主要是不是落在0到100？不然是不是0到100？这都零，啊这一百，啊每一小格是20，请问有没有错啦？啊就没有错，啊属实就是安尼啊，啊那就看全图啊，啊你跟我讲美国股市今仔日银行未起，我目睭去要拉狗嘞。不然我小用买就去拉狗嘞，不然我不知道，高五扣零，我只问你这句话，高五扣零，安尼就好啊。今仔日用啊会起，但是这么想咧讲什么？
我不予置评，好不好？你一定告诉我，我敢会准，我嘛唔知会准无啊？不是，技术分析就是因为你相信过去的案例，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有可能利用波浪在算，对不对？可能用价量结构你在做评价，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移动均线也好。那么技术分析它在探讨的是什么？它在探讨就是说，过去发生的事件，未来你会不会信赖它再发生一次？也就是说，当它在挣一百，它在挣一百，我来去买道琼工业指数，接下来它是涨还是跌？安尼就好啊！啊，你问我遐济，我是没有那跟你讲。啊，伊再来是起啊落啦，过这三个月是起啊落，伊保证是落的嘛。啊，这不是落。啊，无你问我，然后你告诉我，把这里放大，在这里。啊，这不是零，啊，无这是偌济，啊，这不是零，好看全图，你个乱猜嘛，你个继续猜嘛。哦，无要紧，我无意见。你说小米，你欧北讲，好，我拢欧北讲，我拢胡说八道。那你告诉我，17888，一个月前我无跟你讲17888，我停牌。一个月前是伫遮，就这个节目，我有跟你讲17000，我最好记，你就记17888。这一波是不是来到17883？发生什么事？我怎么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只知道当时的反转 K D 来个偌济，来个零啊，啊来个零，当一起加个半空裂赢，啊加挣一百，你怎么个做多诶赢？不然我怎么会相信这个事？不然我可以错嘛？就好像今天一样啊，错咱就停损了。那请问有错吗？没有啊。啊昨天呢？没有啊。啊前天呢？没有啊。那就好了。啊，就主席就是安尼嘛，你给我安怎跟你讲？我也不知道跟你讲什么，我只告诉你，你要怎么做对。啊，你我今麦来个半空，你今麦嘛免空啊，你今麦是咧空什么意思？啊，今麦9182啦，我的看法是收9170啦，啊嘛无什么好做啊，卖走啊啦，就不用做了。这个叫道琼工业指数，对不对？好，回过头来，稍待哈。如果我们把它做分解，你自己看，这是主过去这几年，过去这一整年道琼工业指数的走势。昨天美股四大指数同步，你搞个纪念型同步创199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点啊！拍拍手，然后呢？啊，我乃怎样？然后呢？不，你自己看，你自己判断。我怎么跟你做分享？第一个最简单的就在于，人家说死为镜知兴替。什么是死？死叫历史，过去的案例叫死。死为镜知兴替，兴是什么？成长啊，成长不是复兴航空，是成长兴，对不对？啊，替的是怎么被交换的？好。那我怎么从此为镜思心替呢？那不就把过去的每个高点抓出来啊？不是该怎么办？不得你问我吗？那我该怎么办啊？这个不叫高点，不这叫低点吗？啊，也低点的对。啊，这个不是叫低点，不这是什么点？啊，这个不是叫低点。那如果你有个工具，你有个系统，你有萧又明，我没有。你没有，我不要说吞手机了，我这张纸吞下去。过去这两个月，你有来上课的任何人，你有来熊贵外口哎，我一定两个月前我从送你光碟，对不对？里面有我们的软体。接下来呢，过去这一个月，那分别是台南、高雄、台中、桃园、台北，那我们都办了说明会，会场你只要有报名的到会场的，我通通有送你一个随身碟。随身碟里面一定来看着它，保证都有这些东西，一个叫反转 KD， 一个叫 PSY， 对不对？包括我们每天的当冲交易，你通通都看得到，每一天你都看得到。啊，那安尼走，你袂感觉讲最起码不要说赚偌济钱啦，上盖无较轻松，上盖无你咧讲放空的同时，你无可能伫这个店放空吧？你不可能在这放空吧？
我在100画一条平行线，在0画一条平行线，对不对？然后呢，就去观察，观察什么？当他在正100，有位17914点，安尼落尾3000点哦，啊有就有，无就无嘛，啊有就有，无就无，那不就是要哪讲？啊有位15450起价17811无？有跌到17063，对不对？啊对不对？啊17811，然后再从18622跌到17883，最低的。那昨天最高不是收到19043，那你就要告诉我，这个是正100还是负还是零？安尼就好啊。那你问我怎么看？你要小心啊。那你说那台北股市呢？一样哈。这个礼拜的礼拜天，因为过去这两年我们没有在新竹地区办过说明会，所以呢，因为近期有一些新竹地区的朋友在询问，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礼拜天特别加办今年的最后一场。今年哈，无啊哈，同位一场哈，你们爱好我休困起来。今年的最后一场，我们会在这个礼拜的礼拜天在新竹，那礼拜天下午会在台北。那么呢，这一场说明会我会提供你，你只要报名，我再送你，我袂甲你收钱啊。你只要报名，我就送你哦。过去哪一次我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报名，我就送，都送你，好不好？第一个，会员上课原本就不收任何费用，那非会员我们酌收一点场地费。你只要报名，你只要到会场，我会提供你这个黑钻随身碟，那里面含有我们完整版本的奇迹系统，那我会教你怎么安装，你回家怎么使用。那从国际股市，不管日经、南韩。加权指数，或者是台指期，或者是台积电，或者是任何一档股票，你可以去比对过往以来，比方说利用反转 KD 或者是短线的 PSY 做交叉做看法，最起码我尴尬啦，最起码，来把这里放大就好，最起码你不会在这里做多，对不对？你不会在加放空，你袂伫加做多，你袂伫加放空啊，就熟悉就是安尼啊。那你一定告诉我说，帮我把这里放大，停哦。你用我加放空，啊加放空完有够气无？有啊，啊够气又怎么样？它还是要跌啊。你是不是你讲什么？亲爱的特别会员，把研究报告给我看几遍，对不对？这不是你昨拿到的研究报告吗？对啊，你说啊这空呢，啊但是这有气呢，啊有气又又怎样？伊爱落无？你就给我回答这句话嘛。你伊爱落？啊你讲今天今天刚空，我先跟你讲啊好啊。我今天的看法是说9170，就这么简单，好不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那欢迎各位，这个礼拜天我们今年最后一场，会提供各位在新竹跟台北那各有一场说明会。会场我会提供你我们的系统，让你带回家体验。我们两分钟后马上回现场。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固德投顾萧老师讲座。指标操作与套利交易，11月27号星期日在新竹台北会场提供奇迹系统带回家体验，请您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800-555-808，0800-555-808。变通，肯定会成功，棒，一棒再棒，棒棒接强棒。强棒现股存股，制度优化避开风险，掌握盘中波动，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02-2578-3000，2578-3000。固德投顾萧老师讲座，指标操作与套利交易，11月27号星期日在新竹台北。会场提供奇迹系统带回家体验，请您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800-555-8008 0800-555-8008。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鹅牌气密窗，台湾人很环保吗？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利贷？那是环保标章。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你看全天然，讲究好，不是吗？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对环境好，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过的。最好还是上绿色生活资讯网。台湾人，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央好所有的朋友哈，因为哈，来，我要恭喜拜哈，因为不能做台子期什么选择权盘中股票。股价的什么买点卖点支撑压力都没当够，好不好？收益哈，收益来你看加哈，你所眼睛看到的，你只要把这款的，我算给你听，这是今仔日哈，一、二、三、四、五、六，来，啊，这就昨天啊嘛，昨天1:21，对不对？好来，所以今仔总共全体会员，你总共收到几通简讯，打通。不会多一通，也不会少一通，好不好？干单共的钱呢？那么至于，因为这个锁单交易，锁单交易哈，这个锁单交易好不好？你是新朋友的，或过去你没有接触过的，你可能也看无，你也看无，你问大家写的虾虾米挖够，可是节目上又不能讲，你多多体谅。所以欢迎各位，这个礼拜的讲座我会特别来。针对什么叫锁单交易，我来给你卡一摆，或者是你可以上网到我们公司固德投顾的网站，我们的官网，那个里面有一个我个人哈，萧敏沃杰锁码，针对会员的锁码影音，那你可以也可以向我们服务人员索取锁码影音的账号密码，那你每天下午可以登录上去看，哈，我每天都会录一段。针对咱当天的操作，包括未来怎么去做评价，我会做说明。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哈，我们是怎么看的啊？举例哈，什么叫锁单交易？来，帮我一个忙哈，把这里放大，这里最底下哈，慢，都画报价的话，这个、假设这个24，这个26，对不对？24给你进嘛啦，这是即时的嘛，好，不管，同时买进一个 A， 假设是 A 股票跟 B 股票。这叫套利哦 ，A、B 股票一定要反向的，这个来起，这个保证落啦，这落这个一定爱起，好，我看一摆哈，这是咪二五，这二六，对不对？啊，这是咪跳来跳去，啊，你用单是要起啊，要落，唔知呀，可再讲一遍哦，不知道，我不是开玩笑的，你问我，我也告诉你，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那就不叫锁单了，锁单就是说我不管它会涨会跌，我心里面再怎么期待。股市会涨或要大跌，但是我不管你，我今天是来做交易，我是要来赢，对不对？好，所以比方讲，咱今天个 A， 好，拍摄，买伫19点 ，B 成交伫35，这个买完了后，12点停损输30%，你这点个停损的啦，再讲一遍，锁单一定会停损。没有那个不停损的，不停损根本都无套利的空间，好不好？所以你在等什么？等它当天盘中出现高频交易，一交出现高频，一讲有套利成功。那天没有高频，一样的吼，慢慢啊，起吼，啊贱啊，啊慢慢啊，落啊嘛贱啊，啊横的走啊嘛贱啊，他只要没有高频交易，当天无输赢，不然他就无输赢。我不管这样慢慢涨，涨300点也好了。慢慢跌，跌250点也罢了，而且规拉那横的，当天就会没输赢。这三种状况会出现没输赢，但是如果一样呢，哇赚翻了，啊，好，第一个没输，最差状况没输赢，那你就是等停损，任何一边等它停损，
咱今仔日比方讲，想买一个 A， 买29%，对不对？停损30%。B 分做两摆出，好来，这个出伫42，出一半，另外一边出伫40、45、47，哦，随便是547，这里出一半，这里出一半，所以今仔加起来其实嘛无啥输赢，赚也没有赚到哪里啊，也没有赔到。那就叫锁单，锁单就是说他出现这种状况，安尼熟嘞熟嘞，你知道啊？盘谁无啊？阿姨刚都无，但是他只要出现大盘中哦，哇，急涨急跌，那就会套利成功。可是你说这样好吗？当然好啊，因为不会输啊。无你参加个单，你当时输鬼。你要问我嘛？你最大状况就是不赚嘛，不赚不赔嘛。可是有机会形成大套利嘛？啊，了解不？好，来回过头来。至于当冲的部分，各位也一样，当冲我们每一笔每一天我都会帮你设停损跟停利，那你就照着做，带你进场就保证会带你出场。今天然后这是涨，今天的不能讲，因为今天半中中没当讲，这是涨，涨是在月二十二，对不对？啊，涨不是在这里当冲吗？这样会输？如果你直接买，我就输了。我直接看我来输。逐天的这啊，顶礼拜跟顶礼拜，敢爱阁讲？应该不用吧？啊，这是礼拜一，刚刚那个是礼拜二。所以当冲直接看啊，直接报。逐天的哈，那我很快速把昨天的哈，来大概哈，新朋友你看一下哈，上图是五分钟的 PSY， 搭配我们昨天做的当冲。啊，多单一米无卖掉，所以刚做一笔空，这是涨吼。每一天我们的操作就这样子，我们就只有一种，好不好？全体会员那刚刚几种，无啊，不是像有些业者十几种交易没有的哈。再来，请把这里放大，这是过去这两个月这两个月指数的走势，对不对？底下是特别会员我在带他做的30分钟的反转 K D， 我要讲就是讲。总共19次交易，让你再加一次20次啦，再过一个空啦，这笔也赢啦。20遍内底，总共唔到一次，剩的全胜。啊，你感觉是这种交易对你比较有帮助，还是使用移动均线用一般的 K D 对你有帮助？你爱做对啦。你今天在做交易，就是讲我希望我逐天做对，所以好，我把这一段放大哦，对不对？你看你的研究报告，我都有给你啊，你再拿出来比对啊，啊，是不是这一段放大是不是在这里？加半空，加做多，加半空，加做多，加半空，加做多，安尼袂赢，你无赢到，我正经袂晓讲啊，安尼你是赢偌济？你知影我已经袂晓，你讲故意落10万。你有没有看到？你一定告诉我说：“哎，小奥明担心下面，你先告诉我这个就好了。”啊，我救起来不？啊，救起来又怎么样？啊，没关系。不是，你需要有一个你信赖他的系统，然后不是夸大不实的，是每个人我都提供给你了，你自己点出来，包括你不是会员的，我都有给你，你自己去点出来看，我跟我白讲。我现在要跟你讲，就是讲国际股市，我跟你讲一摆吼，最后一次，我不予置评了。在一个以上，无咱来收输嘛，啊，我唔对，我跟你回去咧嘛，好不好？涨按美国股市收19043，即卖是正100，咱我跟你收输啊，我跟你道穷啊，我错了吼。我未来下个礼拜，我每天跟你讲，我做错了，安在未？我连续跟你讲五天，咱就讲今仔日这礼拜甲拜五的话，哎，拜五未使，拜五 Thanksgiving 休困，美国那个感恩节加火鸡休困一天。好，来，整体上我会告诉你，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观察道琼，利用我们的反转 K D， 正100你要小心，-100大家再小心，你要乐观，要积极，好不好？跟各位做个分享，这个礼拜。起码中中村化掉了就没有了哈。你只要有报名的，目前1、2、3、9、3、27，还有28个，好不好？
稍待，欢迎各位可以打电话向我们服务人员预定这一次的这次说明会的座位。那我们会提供你现会场，我会提供你这个黑钻随身碟里面内含我们完整的系统，那你就可以带回家安装在你的电脑里面，我会让你做体验跟观察，好不好？感谢各位，你也别惊也别漏啦，9170啦，感谢你的收看，祝所有朋友阖家平安，身体健康，感谢你，拜拜。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无限可能，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 顾德投顾萧老师讲座，指标操作与套利交易，11月27号星期日在新竹台北会场提供奇迹系统带回家体验，请您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800-555-808，0800-555-808。变变变变普通，肯定会成功。棒棒棒，一棒再棒，棒棒接强棒。强棒现股存股，自动优化，避开风险，掌握盘中波动，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02-2578-3000，2578-3000。北都 HappyNet 超值优惠双享报，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3元，违约补偿最高2000元，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149台全数位频道，68台 HD 高画质频道，搭配新时代光纤标网，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第2到4个月搭配30枚，最低每月只要399.3元。第5个月起，数位有线电视搭配30枚，每月只要690；搭配70枚，每月只要790；搭配120枚，每月只要890。多人多机同步无线上网，全家吃到饱。免装机费、设定费、保证金，再送 WiFi 分享器和数位机上盒。现在马上来电0809-096-111。限时优惠，先抢先赢。HappyNet Your Net。看似平静的海面，却隐藏着致命危机，那就是离岸流。离岸流是因地形、潮水与破碎浪形成，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此时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以免耗尽体力。发潮或退潮时，海面上破碎浪多，离岸流正强，切勿下水。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一、保持冷静；二、举手或拍打水面求救；三、不要抵抗水流，用省力的游泳方式保留体力；四、面对沙滩以45度角游回岸边脱困。教育部关心您。有主力买的股票才是股价涨跌的关键，每天追踪法人动态，以筹码面搭配基本面选股，配合技术分析找买点。富贵赢家终极选股方程式，立即上网搜寻富贵赢家麦克连，02236363322。